向成立87页发行时的若二正数 AB 的等差中项为二分之 A 加 B， 且正整比中项的为根号 AB 是正二分之 A 加 B 大于等于根号 AB。他说二分之 A 加 B 会大于等于根号 AB， 所以我们就用二分之 A 加 B 减掉根号 AB， 如果这个数值会大于等于零的话它就成立了。好，所以我们就开始解吧。二分之一提出来会得到一个完全平方式，就是二分之一根号 A 减根号 B 的根号平方，平方 B 大于等于零，所以这个式子是成立的。